当掉了啦，便当掉了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真的就是这样。魏群龙的球团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而且是给三个人。中华职棒十日天母球场赛事由魏全龙对上乐天桃园，就在双方对战到六局下半时，一名在看台的球迷小妹妹吃便当途中，突然一颗界外球袭来，不偏不倚的砸中小妹妹手中的便当，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关心小妹妹的安全，并大方送上三个便当，对，甚至会给她买一送一。哎呦，不过至少这个方面大哥哥很暖心哦，我觉得应该送她十个便当。他们有几个人？三个嘛，就是说以后他进来，球团可以招待他吃便当。对啊，三个，那待会有三个便当送过去。的一个换头时机点也可以比较对啦，对啦，真的就是这样。魏全龙的球团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而且是给三个人，赞赞赞。那个站在球迷的立场，这个做真的是很贴心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做就对了，完全正确，赞。这样他下次才有购买意愿再进，购买球票的意愿再进来。